Odo，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三六这一台，这是有意义的，一代接一代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摄影部里面的 Polo， 他阿公留下来给他的，阿公走了嘛。这个方式啊，有两种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阿公真的走了啊，如果阿公欠钱，有没有偷金继承，这个就不能接了。但是阿公没有欠人家钱，这个是我最简单的判断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，如果阿公今天刚好不幸走了，当下还没有去除户之前，马上去过户，这样就完成了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可是，一般通常不会想到这个，通常是说哦，真的阿公走了就办好了，已经死亡证明就开了。这个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这个算财产，他就要继承的方式才可以过户给他们。反正最好都不要遇到这个啦，刚好遇到了就没办法。如果是遗产，那怎么办？遗产的话，他要怎么做？我想一下哈。这我知道，这你知道？对，他去办的。可是我知道的话，是第一个在阿公刚走的时候就办好了。对，我看网络上通常这样子是最快的。对，那首先的话，你就是要先去国税局，然后把他生前的税全部缴掉，然后要缴遗产税啊什么税，里里扣扣的。然后缴完之后呢，你会有一个完税证明。那因为我不是继承人，我继承人是我爸，然后还有我叔叔，然后跟我阿嬷。那所以通常呢是缴完税之后，然后他们就是继承人，然后他们再过户给我。所以就是要先缴完税，然后才有办法做一下过户。反正就是不能欠税就对了，结果就跳哎，你看急了，赶紧轰掉。既然就是阿公要传下来的传承，我们就要等一下顺便检查一下。几年哈？好像2003年吧 ，Sofio。既然你前天了，赶紧看嘛。刚的时候看一下哦，这个轮胎，如果你真的要开，这个轮胎要先换掉。对，12年的轮胎，从花莲开上来，还可以开得上来，那不错啊。为什么说轮胎有没有不能开玩笑？你看旁边这个已经裂了，哇，好快哦，这都开了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对吧？跟米其林的手臂一样都开的。真的开了有没有？可是看起来还好啊，后面好像是没什么漏油了啊，可是黄车道都破了而已啊，该破都破了，蛮正常的啦。啊，这橡胶其实都老化，看起来没声音，我觉得就是这样继续开就好了。直接开机，漏啊！在那哇，修花都开机啊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车原本都在花莲哦。对，在花莲玉里镇，又更里面，所以开到花莲市区要差不多快2个小时。啊，刚有说这个套筒好像要换。啊，有啦，修花的比较嘞，这个方向，我刚看这边没有，看这边有，这个还是要往拖啊拖啊吧。这铁道换而已。对啊，换铁道就好了。哦，这个我们最后看的，反正到破了。好，这边看没有嘞。以前可能都没有灌油吧，还是漏光了都不知道。哎，没挂。这是都有。这变速箱的啊，啊，这个看起来像变速箱跟引擎的 remix， 对啊，综合版。啊，这边也要啊，哦，这漏油可能精彩啊，要用的。这边的油底壳啊，啊，这边换成大马花呀，啊，看起来有意义吗？没有，但是方向盘打到底的时候会扣扣扣扣扣。方向机。老油。对啊，老油。哇，这块都是。车了啦，老车的些老，人讲厝是老阿厝哦，多久就会老啊？你是老阿厝嘛？好了，啊，你要开多久？你要传给你孙子吗？如果先问一下嘛，你如果要传给你孙子，那可能就要全部都要用好。开到你结婚，那应该比较简单了。泰山跟我都差不多了，久了就会这样，老了就要那样。小肉情谊，最怕的是如果是后驱左右风就比较麻烦了、啊，因为你要个跳酷也看完一个。好，来我放下来哦。你玩的水箱宽，这新的嘞，啊，我这边那里转。水箱筋嘞，看威哇，去抓、啊，对啊，水箱筋弄那像鬼抓，不然再开一阵子再看。你说 ABS 亮灯哦，对啊，家己车的处理就可以啊，看嘛，这个都换掉了，也有几个拖啊，用布鞋那个用束带，你看，哈哈，我那看的，对啊，你看到吗？加，加，哇，哇塞。你人数跑多少了？快15万。对啊，十几万的感觉。看起来之前啊，公司有在修啊。你看，这是我怕高啊，你看。怕高啊，哥，有在修呢。车子要怎么状冷气不会冷，我自己体感是不会冷，不确定是我怕热还是。在有哪些地方啊？到时候要啊，这个水管头啊，都谁先洗好不好？你把兔兔也先洗的话，我们不进为敬。给他戳破。那已经都胀大了，有没有？哇，加个水果已经肥起来哇，松了啊！我送你离开。
因为搞不好都没换过啊，到时候就是该换的就是几条就换一换。水跟油不好，其他都还好，底盘油一还是可以开，可是最少这个要先弄，弄完了之后就有钱再修一点，像泰山一样啊，不要一次花那么多，花到没有钱。你都要七十张吗？还你有钱你怕皮啊？养一台2000几年的啊，一年大概花多少钱？有没有？谁比我还没拍过嘛？有机会嘛？有机会，对对。林体我其实看不多老嘞，林体在查、啊。问阿公有没有撞过？拿2块10，阿公这有换过吗？还没有。好，这个也没有。对，没有，可以看啦。目前应该没有哎、欸。嗯，这边有贴纸啦，这只有这个原厂的。其实刚才说哈，有换跟没换应该没什么差的嘛。是，快变灰色了呀嘞！哎，这有爆过呀嘞！阿克，这个啊，新的、喔，都要新的、啊，那你要传承下去。不用、啊，我这不用，我这是不用，我都套丝袜。哎、欸，今天啊，今晚是懂了我嘞，我会找我头干的那一只，你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都有，都在。我最喜欢头干这一只，新亮亮的，有，都还在。知道了，啊，如果那一天有一天不见，找到。哦，我知道。那这个蕾丝边不见，这表示我干。我对那个蕾丝边没有兴趣。哎，不过弄好了，板件原的嘞，最少唯一的好处就是它原板件了。原漆啊，这个车原漆有什么用啊？你看，好，这是你弄的还是？没有，这不是我拿来到现在都还没那个撸过。有了，烤过漆，你看，有这边烤一层了。哦，这里有。不晓得什么包啊，包这样的。有，你前面那天不拿嘞？想想车长，少跑一点就少那个，对啊，没转过啊。没事了，好 ，yes， 两个椅子换掉，换赛车椅了，换赛车椅，不要换这么好，换赛车椅，对，我们最有温度的改装的，顺便制度，看他要不要他，他应该第一次编 Safiro 吧，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，对对，有啦，有，应该有啦，这个对，之前了，他等你哦，对啊，公一张载架，公两张载架，你要不要挑战跟伟哥一样？把它再改造之后，啊，花个20万，我可能没那么多现金流。这个就是要整台车这样趴下去，有没有？有。哎，这几台是阿公的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一只倒这样，对吧？一只车大拢爱倒，无倒袂塞哦。哦，这是后来自己加装的，就加装的。哦，很流行叫这个镀铬，对，镀铬。那时候这个真的叫黄瓜的，撸掉的黄掉都往起走起来，叫做就流行嘞。Ultra Dash Z3， 地表最强的 Dual Lens Frodo。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耶、yeah, ，看完了啊，再来就是准备要给它处理落去了。啊，你到时候你再直接跟小陈说你要修什么。啊，你也叫我拢给开了。我刚刚我听到接的电话，你信用卡申请过了，可以刷卡了。刚好没有听到嘞。好，没问题啊，是处理啊，到时候来啊，你就啊，这给你拍好了，拍自己的车应该比较有感觉。荷包比较有感觉。荷包。对，最少你才知道说你换了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泰山乱讲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啊，继续拍就知道了。对对，好。那就接水温表就好了。啊，等有温度异常，你就要弄。那个轮胎，因为它12年的，那很可以换啊。传动轴要换吗？传动轴要换啊，它都破了，都破到里面都干了，里面是干的。对啊，对，你就换一只就好了。啊，你就装一个水温表就好了。所以现在主要怕是会抓温度。对。因为我那天开下来是都没有抓温度，但我不知道那个水温表。那很快乐哦，是啊，一定很快乐。可是真的抓温度就是真的会冲上去。不冷，冷气是完全不会冷哦，不太冷，我是黄昏跑，我弄开冷气，开几盖？我冷气温度都要开到18度，然后风开2或3。不用录啊，还要录？哈哈哈哈哈，记录一下。还是那一天温度太高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这边会有这么多水箱镜啊？整排都是水箱镜啊，而且这颗换过了、啊，换没多久啊。这颗看起来换没多久啊，111年3月换的，换水都洒出来也有可能。那些洒整排也太长，可能老家那边的修理厂比较熟悉。你有开冷气？你有按 AC 吗？有 AC 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连离合器都不会动？有开吗？压缩机都不会转啊。我之前是有先关掉，刚有开吗？不知道。我们没有漏，压缩机压力也正常。怎么会冷呢？
哎、欸，可是我那天开回来超热的、欸。有冷吗？哦，所以没问题啊。你现在去摸外面那只桶。我要摸那个桶，那是冰的。没有啊，冰的就因为看表也没有异常，所以基本上你的冷气系统没有问题啊。即便冷冻有外面，就是你会感觉没那么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Ultra Dash Z3， 地表最强的 Dual Lens。耶，哎，用好了。他用了什么东西？传动轴。啊，坑了那么多，你换了一个传动轴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小陈说那个这车子也老旧了吧？啊，你现在这些东西弄一弄，然后你过个几年又坏其他东西，花下来北侯啊，所以就换个传动轴，然后换个轮胎就继续跑。老变小老，屁油加小。油跟水的注意嘛，不过老车难免都会这样漏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换了，周期时间五年后又要再换一次，无限轮回，无限轮回啊。对，太惨，换不完。你修好了就好了嘛，久了还是会漏。我是觉得边开边修啦，不要一次花那么多。就是现在漏油的部分就先放着，哎，如果真的漏洞很大，我们再来处理就好了。我觉得是这样。那你不是说要给他一个水温？水温？哦，我啊，在那边呢、啊。我拿给你看。抬头显示器。对。哇，这么帅！全车最高级的东西，你看，帅吧？它可以有时速嘛，然后水温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应该有啦。可是我不晓得这台不到底可不可以用。我是说他的车啦，不是这台嘛。有些不支援，我去试看看好了。好久、哦，难道无缘了吗？正常那么久、哦。又有哎，又可以耶！我看，哇，我是用这个嘛哈。对对，你是用这个极速嘛，转速，然后油温电转速啊。它真的可以耶，有些车可以，有的不像不支援。对啊，阿公我不比你惨掉了，我不能就不要再站那了。我是没有动的，可是我自己车上就有油温、水温啊，可以了。也对了，它限制长啊，剪掉长起来再剪，剪掉，好好，我先把它拉出来好了啊。啊，你就是藏在里面，这个很简单呐、啊。啊，这也要拍吗？这也要拍？自己的车也有没有？藏不好，它也不会验源，它连贴在自己的家内。啊，你这个、啊，你就开始 Q， 爽了开始藏，而且一点一点来，对。好，有束带吗？万能束带。对。用头你知道。就跟上次一样，记得打 N 档，打 N 档，线太长了，胆小。可以收开，收好再去。不好说啊，哎、欸，它这里是不是可以撑？哦，聪明哦。先竖起来，然后再塞进去比较好。哦。我已经弄好两台车了。哎，耶耶，好，这样好了，以后开车小心一点。OK。安全第一，这车应该也开不快。不一定，你硬要踩还是可以的。那你昨天看到的车，你要去沙漏吗？这皮椅有必要换吗？你可以问科比。啊，科一定是叫我全部换的，内装全部换一换。太伤害了，看见。穿好就好了，没人了。我会叫你全部换掉了。刚看到一台那个2001年的，然后只跑75公里，全部车都新的，然后皮真的假的？整组6000。那也塞哦，在哪里？苗栗，通过去马上载回来啊。对啊，这凶哎，跟他红飞这样便宜的还多啊，用合成的超过那个6000的，全部去拆，你来加个变的来。应该就碎了，一些里程数有点碎啊，靠北边走了。
就订阅分享。好，你讲好了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还想看阿柯做什么不敌布告，记得锁定小四汽车频道。耶、yeah. 欸！押韵了，押韵了，我又想起来了。下次见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